想清楚了，端了这杯茶，可就没回头路。我知道你原来的身份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他，不然没人救得了你。你若是想活命，就戴上这面具。不然今天师父找上来，可不会留你活口。你带着我的手机出去，能活命。说什么来着？你逃不掉的。又是这个梦，沾了血的蚊子一样难缠。昨晚的密信说有新行动，先等暗号吧。吃点什么？昨个订的香料。哎，得嘞，老板娘吩咐过，今儿的料啊，辣手。茶铺案，白鹤楼。哎，客官来两个。应该失踪了一段时间，血流如注，富贵人家的死尸，身上有刀，不是摔死的。
和气力，丹境力量，应该是个用剑的高手。正面对上，未必能赢。这废弃的白鹤楼，不简单啊。楼已停了，从后山爬进去看看。标旗，神机一梦。这儿的东厂管事，竟然调得动神机营的人。镇抚司档案里，没这号人物呀。居然没有配备的武器。难不成魏总兵不调配？私人这顶楼里的名册，怕是个不得了的东西。接得了，或许真的有点辣手。
我正寻思着，什么人能胆大到敢摸进东厂办事儿的地盘杀人？原来是来偷名册的反贼。不过有我在，你和名册都出不去。燕翅刀，没想到你还是个家贼。我的未来千难万险，或许要放弃所有。你可真想好了？那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见证，尽前路艰险，尽无惧无畏。